九点了吗？这该来了。我等谁呢？瞅这出还不到吗？等小宋呢。这说心里话挺不好意思的，总张罗给人介绍对象，介绍两年了也没介绍成。我今儿把我老头打发出去了，他要在家的话能让我介绍吗？那大醋坛子打发走了。这个小宋哎，守点点儿啊！你说他还不来呢？哎呀，一年还我一回呀，这一晃还我两年了，给我这心晃的伤伤的。今儿搁秧歌这正经秧歌，海燕又给我来电话说又介绍一个，说准能成，这我才来，要不我都不来。还非让我黑天来，我就琢磨海燕用的啥心呢？咋的，天黑能嫌我白点啊？哎呀，哎呀，人来了！孙塞，这死猪，总打我干啥呀？快坐吧，人呢？着急呢，能让女方先来吗？不得你先来吗？啊，我来先打个提前量。那不得嘱咐嘱咐你准备准备呀？啊，别老打我，我才想不打。不打了，没说没打着，没打着。你说在这出，你说，哎呀妈，谁能受得了他呀？你能不能稳当的啊？别老上手，你说呀，要不就给人看手相，再不就给人看五行，老上手，你说，你呀，记住了，就别整一惊一乍事儿，念啥诗啊？就那点文化，这把我吓的。太整了，你这次你能不能整点创新？有创新。哎，整点新鲜样。有创新，你随时随地都能创新。好好琢磨琢磨，准备准备啊！你干啥呀？老头呢？你不怕他吗？让我给他支走了。支走了好，我膈应他。来两年翻我两回，瞅见那个相中他了还，你说多尴尬！我就不在家挺好。回家我拿本一算，他克我呀，把我克的嘎巴嘎巴的。妈呀！哎，你瞧瞧，谁克谁呀？你把电给克没了。不是，我怎么点这么低？到你家非得出点什么事儿呢？这怎么？那什么，你别瞎动弹啊！我那，你上那个我炕上坐会儿的，完了稳当稳当，你琢磨琢磨创意，我出去买蜡去啊！不，你人是人来之前，你抓紧把那蜡买回来啊！哎。我的眼神也不怎么好，在屋里头，我消停，我琢磨琢磨我的创意吧。哎呀，哎呀，炕是炕，炕，哎呀，哎呀，瞎呀你，多看点儿，没看着啊，看着你还少创我了，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早晚得回你手里头，快走，点儿才怎么样呢？太好了，就这样，抓紧干活。哎，哎呀，你买单了？哎呀，等一会儿他们回来哈，我就说，孙仔，冒电话。我这一下子能不能把他们吓死？不行，头一回见面这么整不好，显得不文雅，怎么办呢？不文，哎呀，你瞅我这拧秧歌啊，把脚脖子还崴了，你说，哎呀。
刚才那个姿势不好看，落地姿势不好看，重来一遍，重来一遍。孙仔，这也不行，这也不行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屋里女孩有个箱子，我去摸摸那箱子去。有箱子，我记得。在这儿了，有箱子。哎，宝子，搁箱子里头。宝子，这都有创意。宝子，我叫你咋不吱声呢？你干啥呢？你睡着了咋的？你看你，你瞅瞅你，哎呀，你说你像鬼似的，你吱声好不好？给你拿了，点着。哎，哎，你这点着咋还整灭了呢？酸塞。你谁呀？你谁呀？啊，那是我们走错屋了。你小偷吧？不是，看出来了，这承认呗。哎呀妈呀，真是小偷啊！小偷啊！小偷啊！小偷！别闹！别闹！别闹！出来！别闹！哎，你搁那干啥呢？别闹！你干啥呢？别闹！哎。小伙子，你别闹！哎，你是不是报警的？来，给我，给我！啊啊啊、你还想报警？来，那不害怕，还不害怕？119啊！啥呀？报警得打110。你别说话行吗？来，往这边来，往这边点。海燕，我告诉你啊，不害怕。我俩只是图财。我们不害命，你俩这么大岁数了，这样啊，就拿1000块钱，我俩走人，听见没？800也行。你现在给我闭嘴行不行？闭嘴，拿钱，拿钱。我不管钱，拿钱。老头管，这不还是你管吗？拿钱，俺俩不是一家的。哎呀，你俩不是一家的，这三更半夜在一块儿干啥呢？我来相亲来了。相你呀？不是不是，搁这糊弄傻子呢？糊弄我呢？你这孩子，你这天，真的假的？不是两口子戏演的挺好啊？啊，搁这糊弄我的是不是？糊弄傻子呢？不说话行不行？拿钱，赶紧的。拿钱，我今天来就拿10块钱，打车花9块，剩1块给你也不能要。别磨叽了，我们图财，快点拿钱。那我真没钱呐。山炮，动手！动手！他咋动手呢？这玩意儿，他呀，一天哪，什么玩意儿？是一个呀。不，你干啥你要？别！你看这小伙就淡定，你就毛了。俺又不说不给你准备钱，这不脏了你吗？你瞅你那损色，脏了该。我不想惹事啊，快点。俺们也不想摊事儿，那我来相亲来了，我也不来相贼来了。海燕，你看看，我们等会儿。有1000块钱，你拿上走得了。我没有钱呢。就你俩大活人，1000块钱没有吗？啊，你咋这么抠呢？你我真没有、啊。有没有？动手！动手！
呀你呀、啊？你咋这么毛愣啊你呀、啊？我告诉你，跟他你早晚得出点事儿，你知道不？早晚把你坑了。你这玩意儿，你挣的喝的，你说你二乎的呢？我还别废话，快点来，还你淡定。有事说事，上我们俩沟通，对不对？钱呢？你就拿点儿呗，你算借我，到时候明天我还你了，不行吗？快点，还那拿呢？沙发扣你都有啊？这不有钱了吗？这儿，走，看着别怼着我，看着，拿钱了就别怼，你跟着我干啥？你跑了呢？往哪跑？我让腿往哪跑？快点！你上去屋里看那人质去。快点！海燕姐，哎呀，叫你来贼了！我对，抓贼去！别喊你抓贼，抓贼！抓贼呀！抓贼去！哎呀，抓住你！哎，来，抓住你们！哎呀，还跑，还跑！就你说呀！哎呀，你那不是贼，他是贼呀，他也是贼。拿错了，他俩是贼。别逼我们啊！告诉你，逼我我就跳去啊！大哥不能跳，六楼。得救了，跟他拼了！来，你看，人跟我嘚着是不是？知道我干什么的吗？干啥呢？柔道八段。几段？八段。八段呢？哎呦！让你拍我门了，让你手欠。拍死你！俺们有个八段。你俩怎么办？啊，明白了。我给他绑上，干啥？三炮，你，我也绑上。对，三炮啊，我终于回你手里了。老头算的太准了。我告诉你，哪天我给你俩好好算一算。110啊，我家来贼了，都给我控制住了，你快点来吧。报完了，海燕。就问一下，那个八段是谁呀？那不就是给你介绍的对象吗？这人不错的，这人挺般配的。干啥呀？你不要媳妇了？我要命啊！